大家好，我是格子。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手机像素都特别高啊，于是呢，有很多朋友啊，比如出门旅游啊，或者到哪儿去玩啊，都拿手机呢拍拍照片啊，录录视频，来记录美好的生活啊。但是随着手机像素的不断提高呢，啊，这个照片还有视频呢，占的内存也越来越大了啊。所以你手机呢，啊，用个一年半载之后呢，啊，就会提示你啊，对不起，您的手机内存已不足，请及时清理。打开一看呢，我们手机里的照片还有视频太多了啊！现在呢，系统已经无法正常运行了啊！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又舍不得删这些照片还有视频，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美好的记忆。那怎么办呢？那下面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啊，免费的啊，可以为用户呢提供无限云空间的这么一个相册啊。关键是呢，它还可以原图啊备份你的照片还有视频啊，零压缩。那听到这儿呢，肯定有很多网友就说了，你在说笑话吗？能为用户提供无限的云空间，而且还是免费的啊，原图备份、上传下载啊，都不限速、零压缩，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天下白吃的午餐吗？当然它是有条件的啊，活动呢啊是限时限量的啊，不可能让每一位用户呢啊都免费使用。那下面呢，我就手把手教大家啊如何啊免费领取这个无限云空间的这么一个特权啊。那咱们首先呢点开应用市场啊，苹果手机呢就是 Apple Store 啊，然后搜索一刻相册啊，完了直接安装。好，那安装完之后呢直接打开啊，打开之后呢直接这个勾选底下这个啊，然后这个微信登录呢比较方便啊，直接就微信登录了。那进来之后呢，大家在我手点的那个位置啊输入大写的啊 AAA686 啊，就可以领取这个免费的无限空间了。那激活后呢，你所有的照片和视频呢就全都备份过来了啊，这样你就可以把手机相册当中的照片跟视频删掉了啊，为手机腾出大量的空间和内存。好，那朋友们，心动不如行动，活动呢是有时限的啊，就到10月25号啊。那如果你认为手机内存不够用啊，想免费获得这个无限云空间的朋友呢啊，赶紧拿起手机啊，领取这个免费的特权啊，因为过了这村呢就没这店了啊。也希望呢啊，大家能把这么好的事呢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啊，为他们的手机也瘦瘦身。好，那朋友们，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儿，有什么不明白的，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相互交流，喜欢就关注。